我们不单只是不知道，在万事之前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为何能得到你的恩宠？主啊，你的血为我们的罪而流。主啊，你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幸福，能够回到你的家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真的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走天路。主啊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局势这样子的变化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再乱再怎么样的混乱，主啊，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必坐着为王，因为耶和华你做王，你以威严为衣穿上，耶和华你也以能力为衣，以能力束腰。世界就坚定，就不得动摇。主啊，你的宝座也是从太初就立定了，你从亘古就有了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今日在这里的平安。主啊，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聚日子里聚集在这里，求你也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放下我们在世间的劳苦，专心的来到你的宝座面前，来瞻仰你的荣耀，来聆听你的话语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请坐。
万族之主。